好像是其实我觉得这关跟女侠那对是不错的。要怎么叫他？阿喵喵，阿喵喵，快快你射鸟！阿喵喵，我觉得女侠讲不错哎。阿喵喵，这阿喵，变态哦！阿喵喵好像变态哦。哎，不用了 ，OK， 那算了，OK 好。因为你看起来太恐怖了，我们可以再问，我们再问。哦 ，OK， 好吧。左边全白，左边全白。哪里？左边全白。啊，你可以先问问看。陈心满妞。有这么给哦 ？We are from Taiwan TV show. 台湾 TV show. We are. We think you are so beautiful. 一波哟，一波哟，一波哟，漂亮。我刚刚有看到他们在跳舞，很好看。对。所以你平常会不会拍跳舞的影片？对。Benson， 有。一波哟，一波哟。Can you show us your Instagram? Yes. Follow you. Yeah. 十万，二十万。我们要用。完蛋！哎，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。对，完全没有 follow 你的表照。OK， 至少我们有109个粉丝了。阿亮老师，哎，这男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像可以哦，我感觉这可以，很帅，这蛮帅的。问一下，那篇文多少战术？对，多少战术？对，没你没你。七八十八。哦，218，还没po文。218，感谢他们的，感谢他们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找。等一下，那个眼镜的店员的右边，哪里？可他低头，有点看不出来。眼镜穿黑色，黑色，怎么样？可是他低头，还在低头，看不到。要么就继续看，不用看。这样会吓到人吧？到底是什么奇形种？我们先不要过去，还好。眼睛蛮漂亮的。可是，其实韩国人的那个他们的审美观念其实都不太一样。对。안녕하세요 We are TV show from Taiwan. Do you have social media like YouTube or Twitter or Instagram? Yes. Yes. Oh. 一篇的战术。平均的战术也可以吗？好。100，因为素人的话，其实几十而已，或几个，对，个位数，只要破百都是算有一定的追踪人数。冲了要不要？可以。2、3、4，休息。康桑达，这个是打死几秒。目前男生234，女生109。很多啊，男生哦。安良 CEO， 给问一下，问一下。田县长。他，对，他是韩国人。谢谢。他说谢谢。还好。那。会讲中文。你有认识会讲中文啊？多的人会讲中文啊？中文。你是哪里人？韩国人。那你为什么讲中文？我们。你干嘛问这种没有大学学过对不对？他人数多吗？他的 follow 人数多吗？哎，不用讲。等一下。他平常都在有在 po 文吗？他会觉得有时候发图片。发图片。片。哦。那他 po 一篇文大概有多少个按赞？100到200哦，机会要吗？要不要？看你啊，你自己决定啊。我们现在就这样啊。对啊。好了，要了。你这样找男的哦。对，那这是男的了。男的。借我看一下。哦，841。841个人。哦，841。OK 哦，841 OK 哦。Do you both have social media like Instagram? Yes. Yes. Instagram을공개하시나요哦，对，公开的。好的哦，搞不好这一批直接一批，请问你确定？他
平均每一篇的载数 like 是几个？哎，啊，네여성분이300명400명되고저는한300명200명。300, 400, 500, 600, 700. 哦，女生更多哎。对，那就是了。我觉得就是一赔了，一赔了。Your Instagram follower, can you show us? 我有点烂吗？两个都要。Both. 435。也越来越多了啦。嗯，对。435是女生嘛？对，女生。哦，男生这里。哎，那真的要看我们的吗？真的要看我们的吗？你确定吗？2514